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热剧热评》，我是闹闹。古装大戏《秦时丽人明月心》目前正在热播，高潮迭起的剧情，快速推进的情感脉络，丰满多面的人设，不断掀起收视狂潮。而丽姬与嬴政的关系上的缓和升温，也让她在后宫中的处境几经转折。虽得嬴政宠爱，但是却也没能逃避众矢之的命运。丽姬不断进化升级，服装造型也随之变化。百变装扮在辅助剧情进展的基础上，也为丽姬的蜕变提供了线索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嬴政与公孙丽经出征仪式，感情渐渐升温。公孙丽虽然是女流，但对天下时事、朝堂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。她向嬴政说道："世人皆有私心，嬴政需爱才有道，既要听见识的谏言，也要有自己的决策，万不可被摆布。"一日，公孙丽向青儿埋怨着嬴政，说他是臭老虎。不料嬴政悄悄走来，吓公孙丽一跳，二人相拥而眠，亲密非常。公孙丽得知景良人华胎一事，前来质问楚夫人，将当日事情一一道来。楚夫人嘴上否认，心里早已没了底，生怕事情被暴露。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那就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剧情吧。喜欢闹闹的朋友，就请点击视频右下方关注我们吧。